位于板桥后站商圈的妙云宫，这里是五条大马路的汇聚之地，也是板桥当地的帝王。五条马路交叉正中心点的三楼，供奉的就是聚集东南西北中路的五路财神爷。近今年走春拜拜求发财金，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，五路财神爷的发财金保佑财气旺，事业顺利。咱有准备这发财金吼，有大家来求。啊，咱若讲若有博神杯吼，啊，就会用求这个发财金。啊，若是笑杯，会用阁博一届。啊，若无杯，就明年再过来安尼吼。啊，欢迎吼，咱所有的咱板桥也是土城中央号也是树那遮吼，附近咱这些好朋友吼，咱这些信徒拢用来吼，咱这个妙云宫吼来求这个发财金安尼。大家吼，祝大家吼会用过一个好年，大赚钱安尼。在五路财神爷前虔诚祈求，挖到神杯600元的发财金就能带回家。妙方说，发财金又称为钱母，当作开运钱，让今年能够有五路财神爷的庇佑，开店做生意会赚钱，投资理财会获利。求这个发财金哦，在分区的啊，放在咱厝的财库吼，啊，安尼做一个钱母吼，啊，会用讲吼，咱若讲你外口到处输业吼，还是做生意，会用吼这个钱滚钱呐吼，会用讲吼带来更大的这个收入吼，啊，是投资获利安尼吼，所以这是咱一个习俗上吼真重要吼，啊，有大家讲来这求这个发财金嘛呢。新家年头吼，啊，求一个平安。哦，安尼啊，咱碰到即咱主神，整个路在前，哎，等吼，互咱安尼事业方面，哈，啊，是讲家庭方面，吼，事业顺利，啊，家庭圆满。求发财由五路财神爷带来好财气，新的一年来到，更需要大家互相加油打气，投入更多打拼，为自己带来更多好运气，带来更多发财的机会。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。